看一下我的柔软度。好软哦！天哪！哎呦喂！你成为我的男朋友的兰兰，我的男朋友，然后我现在也是乐天女孩的队长，团长，团长队长，对，团队一样。刚刚是不是有人说那个队长没有比较好？没有，谁说的？你因为我讲王八蛋，你的声音很好，我认，我跟大家说。除了要应援之外呢，我今天还带来一项技能。哎呦，什么技能？好帅同学，哎呦，我让你体验一下我的好。哎呦，对，请问呢，我平常除了穿球衣以外，还喜欢穿什么衣服？比基尼。这是愿望吧？不是，不是愿望。想看到什么衣服啦？什么衣服？嗯，就想被你征服。水瓶座、哦、不是、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。请各位，请各位，这个叫开导才是。这个卡带，拉下来好不好？来第二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家国民女友果果。好结果，好结果。目前在中信兄弟当那啦啦队的一员，对。然后今天又是体育课嘛，就想说一定是要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柔软度。哇！好，嘿。哦。哇！好软哦！天哪！哎呦喂！做不到，兰兰，睡觉，兰兰，兰兰，哇！一起啊！哎，你们这样聊天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撞撞哦！哇，你看，几月份啊？这农历七月过了吗？哎呀妈！这个牌子可以。红娘有没有护身符啊？公庙去公庙，我来帮你绕一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